既然如此，只能以眼还眼了。萧炎当即大喝一声，只见下一瞬，萧炎的手掌从袖袍内掏出了一个蓝色的球，然后高高举起，直接对准了头顶上的幻天真眼。下千刀的，你在做甚？以你狗眼的能力破解此阵，我想应该五息足矣。若你做不到，那便当我没说。萧炎声音缓缓传出，狗眼一听，大眼之中顿时血丝密布，顿时一道蓝光从其眼中激荡而出。五息，这种垃圾阵法，狗爷我只要两息，小炎子你可看好了。狗眼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人小看呢，所以必须得把面子撑起来啊。狗眼声音传出的一瞬，大眼之中蓝光便是激荡而出，朝着那玄妙符文所构成的幻天阵眼笼罩而去。山镇见状顿时眉头一皱，之前在猎神宫听闻过卷云幻天阵被除了猎神宫之人控制过一次，所以山镇在看到萧炎将狗眼拎出来的时候，心中便是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立刻手印变化，加快催动幻天阵眼对萧炎进行斩杀。只见那幻天阵眼当中有光芒凝聚，仿佛正在调动能量，随时有可能朝着萧炎激荡而来。在百名猎神者共同结印之下，幻天阵眼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在其之上传来的压迫之力越来越强，而且他直接锁定了萧炎，强大的压迫力几乎将萧炎锁死。此刻想要从被其锁定之中逃脱几乎没有可能，非常强大的阵法，这等阵法和神罚大阵也有区别。神罚大阵因为岁月的流逝威力被削弱些许，这卷云幻天阵乃是猎神宫的护宫大阵，具备的威力不容小觑啊。即使以元神分身加上萧炎本尊，在灭虚天雷的加持之下能够去硬扛，就算无法将萧炎抹灭，但一旦被其锁定绞杀，也必当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。萧炎此刻目光也是微凝，70%，90%。山镇喃喃，只见他起印的双手都在颤抖，嘴角也是溢出鲜血，身上的不朽之力更是不断凝聚在面前所结出的法印之上，整个人的模样也是从壮年男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衰老，片刻之间便是如同将其生命之力抽干了一般，从一个壮年男子变成了迟暮老人，就连那声音都变得沙哑。显然卷云幻天阵的威力很强大，但是要催动此阵，想要爆发出足够强大的威力，那么主控此阵之人也将付出极大的代价，甚至是让一个地之不朽第三步的强者在催动此阵之后，也将会在短时间内丧失掉战斗能力，这种代价多少有些孤注一掷。不过卷云幻天阵的力量毋庸置疑，只要不出意外的情况下都能抹杀或者镇压领先于自己实力的强者。山镇被萧炎轰出一拳后，心中便是产生了阴影，甚至一点和萧炎试探的想法都没有，因为内心有个声音告诉山镇，若是他还敢上前，估计就连施展卷云幻天阵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玄烟真界当中也存在着不朽肉身，甚至说猎神宫当中便是有不朽肉身的强者存在，只不过也绝对没有眼前萧炎这般凶悍霸道，仅仅和萧炎一次交手，对他轰出一拳后，生死危机就将山镇给笼罩，令他灵魂颤栗。100%，幻天阵眼，绞杀其也。只听山镇怒吼一声，那头顶之上的幻天阵眼，充斥着毁灭波动的力量，已是凝聚，伴随着山镇的怒吼声，在那符文阵眼当中，一道光束瞬间就激荡而出。
而在这光束当中还有着符文闪动，仿佛由无数符文形成的光束一般，玄妙且强大。顾爷，还没好吗？萧炎眉头顿时一皱，苟也没有说话，充斥着毁灭波动的真眼便是在此刻已经笼罩而来。萧炎见状，竟是立刻将高高举起的苟眼挡在了身后，身形向前一步，以自己的肉身去挡住这道极端强悍的光束。苟眼见状顿时眼瞳一缩，他内心颤动，因为苟眼怎么也没想到萧炎会对他如此仁义，在危险来临之际竟是为他挡住了攻击。没想到在生死来临之际，杀千刀的竟然选择保护我。杀千刀的，你把狗爷感动了，管你有什么限制，都给狗爷我破。狗眼的眼中闪过感动之色后，眼神立刻变得无比犀利，大眼之中一道更加强盛的蓝光激荡而出。此刻幻天阵眼的威力直接笼罩萧炎，毁灭般的能量疯狂冲击萧炎的肉身。萧炎身躯之上灭虚天雷尽数覆盖，可即便如此，此等威力也超乎了萧炎的想象。强大毁灭之力以恐怖如斯的力量疯狂摧毁着萧炎的肉身，即便有着灭虚天雷的加持覆盖也是无法抵御。萧炎的皮肤开始溃烂，虽然有着极强的恢复力，但毁灭力更快更强，恢复力量便是在这一刻并无作用。片刻之间，萧炎的衣袍尽数消散，整个人的皮肤都是溃烂，如同被生生把皮肉剥去一般，模样看起来极为惨烈。接着血肉开始崩溃，萧炎也是终于无法忍受，爆发出凄厉的惨叫声。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了，杀千刀的，再坚持坚持。苟眼此刻眼中布满了血丝，之前放出大话，现在看来真的就是大话呀。实则早在萧炎叮嘱他之时就已经着手破除，但苟眼并没有告诉萧炎此阵和之前不同了。萧炎的血肉在幻天阵眼的冲刷下，血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，最多再坚持半炷香不到的时间，萧炎的血肉都将彻底被碾碎。此刻都能看到胸膛血肉之下那颗跳动的心脏。给我破！只听见苟眼一声怒吼，锁定萧炎的幻天阵眼忽然改变方向，朝着周遭横向猛地一转，充斥着毁灭力量的光束直接改变了方向，瞬间席卷上百名猎神者，他们的阵型瞬间被打乱。实力稍弱一些者被其光束扫荡的一瞬，肉身和灵魂暴露在光束下，瞬间就化作了齑粉。